为什么男人永远听不懂女人的话？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出门啊。这出去还得了，回来就跪算盘了。你小时候你跟我讲你要出门，我要出门了。好好，你可以去啊。你看，这个业主就很好，这一段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那么快？你男生有个心态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也听得出来，你其实假大方，可是我想说，管你，已经答应了，我就要去。对。女人好犀利，周一至周五摸不透女人心，男人们好好上一课吧。